收不到怎么样，所以我们就是跟着那个惠老师他脚步在走，不只是说在他们有些些的活动还是怎么样，只有对活动也没有用，要有一个核心课程，核心课程让他们知道，比如的生活安全，哦，你们知道什么生活安全？哦，滑跌倒，哦，我们这个很棒，看来我们滑跌倒，最主要长者最怕跌倒，啊，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去防他跌倒？好，哦，有我们都有请这些专业的，还有那些教授跟我们讲课，所以我们这里的乐龄有时候不太一样，我们是天天乐龄，每天的早上下午都有，哦，他们的他们比你们还勤劳哎，早上来的都。他们把环境整理好，啊，在这里大家可以互相有讲话、有谈话，所以才不会失智啊。啊，那个我们联合国的有一个，就是一个安全，还有一个活动，一个健康、快乐、安全、自信。还要参与，为什么要参与？在家里你出来可以跟人家讲话的时候，我们讲话就可以刺激脑部，哦，脑部的里面有一个海马回，你越刺激它越活力越好，就不会防就不会有失智了。那你们的家长以后有一个说，我今天还没有吃饱呢，怎么样？是不是？他会跟你讲，其实他已经吃饱了，他得点他们的家庭。好一点，哦，那然后你们孙呢，回去跟多跟们抱一抱，多好！你们现在把每一个看里面哪一个，去跟那一个抱抱，给他们一个温馨爱的鼓励，好不好？你们自己选，好来，来，你看哪一个像18岁的来？去跟那一个爱的吧，给他们有一个自